交通部观光局为了刺激国内旅游，将在四月份推出春游补助，台东特色饭店联盟14号上午抢先寄出优惠方案，打出即日起到3月31号止入住联盟体系内的饭店，就可以享每天100间住一晚再送一晚的优惠活动。暖春游台东，住一送一真轻松。喊出住一送一的超杀口号，台东地区5间特色饭店联盟14号上午寄出暖春游台东住宿优惠方案，让游客不必等四月份交通部观光局的春游补助，即刻就能享优惠。我们限量100间，买一送一，哦，非常的划算。而且第二天你可以选择续住原本的台东饭店，或是住到我们台东其他4间联盟饭店，甚至这一次更推出了。我们可以住到高雄、台中、还有南投、宜兰、嘉义等等的伙伴。台东特色饭店联盟成员涵盖纵谷、南回、知本及离岛地区，住宿方案从3月15日至31日，提供游客多样化的选择。鹿鸣温泉酒店啊，然后还有台东市的旅人驿站，然后凯旋星光、绿岛的凯星饭店，然后以及这个知本区的洪泉温泉度假村。然后还有太麻里曙光饭店，都是在不同的区域，它对我们的行销上，然后还有一个曝光上，还有在这个特色联盟的一个结合啊互助上是非常重大的意义。卑南乡公所也响应业者的优惠方案，加码推出前50位在卑南乡订房的游客可获得豪利。我们来努力看看，是不是前50名那由卑南乡公所来提供赠品。为了提振观光旅游，饭店业者透过自发性的策略联盟，共享资源，策划优惠活动，让游客在暖春时分可以开心乐活游台东。记者肖佳慧，卑南乡报道。